动动手指就能隔空操纵荧幕，电影关键报告描述未来的场景，在真实世界靠这个产品也能实现。这个小方块呢，其实是一个空气滑鼠，透过红外线来操控。那使用方式也非常简单，只要一根手指动一动就能操纵。手指一滑，荧幕上的箭头就随着移动，用两只手指做出甩的动作，电脑就自动换页，手指上下移动，荧幕也跟着跑。直觉式的操作适合苹果的界面，长得像变形金刚的外形轻巧可爱。而未来还有新功能，我们其实现在就一直持续在更新啊，就是说我们之后提供给消费者的话，我们会提供有一些软体的功能在里面，就是说消费者他可以有一些那个客制化的这种自定义的这种乐键。凌空操作可不止滑鼠，空气键盘早就亮相，应用雷射的技术，或许未来的办公就能跟电影一样先进。三立新闻林玉芳中，新北市。